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各位大家好，我们也利用今天来发愿，因为佛陀在没有成佛发了500个大愿，这500个大愿都是为了示现修行成佛利益众生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这样发愿，那我想生生世世都会跟随佛陀的脚步，这样来发菩提心，利益众生，最后成佛。所以今天我也穿得很漂亮，事实上不叫漂亮，在佛教叫庄严，最圆满的服装，最好等一下还戴个帽子，因为呢要来供养佛陀，纪念佛陀。所以早上起来赶快剃头刮胡子洗澡，全身都弄干净了，然后呢穿的都是最干净的衣服，但是外表干净还不是那么重要，内心要非常的干净，因为这代表佛陀的心，它叫真理的生命。所以各位等一下要来浴佛，用这种甘露水，然后呢从佛的头顶这样子供养佛。那这个洗干净的意思，佛陀根本不用我们洗，但这个洗干净呢，代表把自己跟所有众生的烦恼业障不干净的都净化，让每个人都显现佛陀的生命。所以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庆祝佛陀生下来。那各位呢就代表护法菩萨把这个供养的水，然后呢倒在佛陀的身体上，然后呢当然我们会念呢、所有众生都净化。那供养完水以后，我们旁边会摆一杯小小的水，那各位要用你的手指头或是这样两滴放一点水放在自己的，念一下身口意，
要身体全部清净了，嘴巴不会再骂人了，心里也不会再贪嗔痴了，希望自己的身口意跟佛陀一样都净化了。那各位也要发一个愿，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发愿，他怀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绝对不会让妈妈痛苦，还会让国家都变成很好。所以而且生下来的时候妈妈一点也没痛苦，因为佛陀是从他妈妈的这边然后自然生下来，连树都会弯下来，所以让妈妈绝对没有痛苦的一种出生的方法，这是自己要发愿的。所以你的妈妈如果还在，你要问你妈妈，你生我的时候痛不痛苦啊？如果很痛苦，代表我们修得不好，因为连最爱的妈妈我们都让他们这么痛苦，所以一定要这样发愿。所以当佛陀的妈妈怀孕佛陀的时候，她整个身体变很健康，精神变很好，任何生病的人，眼睛瞎掉的人，腿不能走路的人，只要佛陀的妈妈经过或碰她一下，她就健康了，就发财了。所以儿子可以让妈妈也变得很快乐。所以在经典说，我们用虔诚的心来供养佛像或是供养法宝，那就可以得到十五种圆满的功德。所以等一下我们浴佛完以后，也会大家一起做大的供养，十种供养。那我们现在浴佛有什么功德呢？你会身体健康长寿，而且永远不会堕落地狱鬼道、出生道或生在佛法的地方。而且呢，生生世世，如果你不会做女人，除非你是故意要发愿做女人，生生世世做男人，而且将来也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能够成佛利益众生。而且还有一条是，今天你在这浴佛，你家乡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也会得到浴佛的功德健康。所以，当然我们浴完佛的水，等一下在法会圆满，我们会找塑胶小袋子，各位要装一点点回去，让家里的人每个人都滴一下这个水。那最后，如果这个水你要洗澡，再给它泡一下，最好。各位就透过佛的加持，把我们不好的都洗干净，显现我们的佛性慈悲心。但是内心非常感恩，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轮回百千万亿，做人做神下地狱做畜生，就不断的轮回，终于我们碰到佛陀的出生，然后我们才能够听闻佛法，我们就能够解脱成佛。成佛要这样子的感恩庆祝，而且不是光自己庆祝自己，你也讲当愿所有众生听闻佛法。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像今天一样，他们接近佛陀了，出生在佛陀出生的时代，听闻佛法了。但是所谓的浴佛不是光今天做，是透过今天大家来告诉自己，每天你都要浴佛，你每天都要洗澡啊，你每天都要洗脸洗手啊，就把不干净的都洗掉，让最庄严最慈悲的去供养别人。所以各位要发愿哦，如果你真的要做女人是可以的，那你要发愿愿做菩萨的妈妈。所以很多过去的女人发这个愿，她生的小孩将来就是要成佛了，她做这种菩萨的妈妈，她生生世世会升天，很大的福报。这样而且他儿子是修行者，所以他就会很努力的修行。但是佛陀的妈妈怀孕佛陀，他整年都是守清净没有男女欲望的八关斋戒，他是在做梦里面，各位都听过故事，那佛陀做菩萨化成白象进入他妈妈的身体，而感受到后来就问相命的人说他怀孕了。所以佛陀不是一种男女欲望而生下来的。所以我想各位，就像你结婚了，你要生小孩，那你要想的，我不是为了欲望，也不是为一个男人在生小孩，是为了众生，希望生出一个能够利益众生的人，要有这个想法。当然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悲剧啊，
佛陀的妈妈生完佛陀七天就死了，好像我们听起来很悲哀，事实上不是，因为他生了佛陀福报很大，他不用再做人这么痛苦了，他就七天以后直接升天到第二层天忉利天，享受非常大的福报，然后 以天神的妈妈来照顾人间的小孩，这样。那第二个要庆祝的中间这个叫这一尊释迦牟尼佛，叫降魔成道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代表35岁，佛陀在菩提树下终于6年苦行思维中道的道理，然后成等正觉，所以降魔成道。那各位就在降魔成道面前供一个花或是糖果，因为佛陀成道也要吃饭啊，如果你能够供养刚成道的佛陀，那你福报太大了。所以这个世界第一个供养到了就是缅甸人，所以缅甸人那得到佛陀的八根头发，所以缅甸现在非常有福报，他们的老百姓天天都在拜佛拜大金塔。所以一般在泰国缅甸的佛像永远用这一尊35岁的佛，一只手放在地上代表慈悲，也代表降伏魔，一只手放在肚子代表证入佛性空性，一个代表禅定的智慧，一个代表慈悲，也代表降伏魔障。当然各位供养的时候你也要发愿，发什么愿呢？愿生生世世这个世界只要有佛陀成佛，我都要去亲近他，要发这样的愿。那第二个愿，那愿我学释迦牟尼佛发500大愿，如何来成佛度众生，所以愿做佛陀的接班人继承人，这是佛陀最高兴的愿，就是说我愿意发菩提心成佛来继续佛陀的事业，不然这个世界众生会很痛苦。你这个时候各位会观想做供养，比如说你供养一个花也好水果也好，但是你要观想的是所谓叫世世供养，佛陀的衣服，佛陀喝的水，佛陀出家人生病吃的药啊，甚至佛陀的食物，这个外向的供养，然后内心呢也叫发佛陀的愿。那第三个就代表佛陀躺在这边，所以80岁了要进入涅槃，所谓肉身因缘到了故意示现的。那当然我们拜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会把头放在这个木板上，就代表说我来继承佛陀，虽然佛陀你肉体涅槃了，但是我成为你的弟子，我永远代替佛陀这样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也祈请佛陀不断的示现来。所以这边也摆一尊佛陀，各位就会拿一个香，用香等一下会把香移到这边来，然后做供养啊，这边用水做供养，这边用食物花供养，这边用香供养。那只供养佛陀吗？不是，现在所有的这些佛像事实上都是佛陀讲出来，甚至是佛陀心中现出来的，所以佛陀可以变成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永远不会死。这什么意思？因为佛陀的生命慈悲，他会众生你要他变什么他就变什么来帮助我们。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从后面啊，那各位就每一张佛像唐卡都要问讯，然后到这边来遇佛，然后呢这样绕一圈好不好啊？最后你成佛了不要忘记。当然了，我看到我们中心佛像那么多，各位都要等一下最好去借一尊佛像，那最后绕绕绕供在这边，对不对？等于这一尊佛像得了最大的加持跟开光，然后你再给他请回家最好啊，供在家里。所以因为我们的家里就有一张，就有一尊像真的像佛陀的佛像放在家里，纪念了我们不断的这样在修行。各位等一下供养，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唐卡，你把这个佛像就放在唐卡的下面，那你要观想这一尊佛就融入在你的佛像里面，
融入在你的唐卡里面，那最后所有佛菩萨都融入，然后你再放在你身上，好不好？所以你在家里有一个代表所有佛的功德的一个佛像，或是一个加持物。所以等一下我们出家师父先做示范供养，然后呢，那各位你就去找佛像吧，啊，然后呢，看你喜欢哪一种佛像，然后你就供养一尊啊，然后的所有的佛都融入，等于开光了啊，然后全部都供养完，先放在前面，等要你要回去了再请回去啊。那等一下我们念浴佛偈，这个浴佛偈唱的就是我今灌沐诸如来，就是我这个水倒下去，净智庄严功德海，那我们的清净智慧显现出来，然后做所有的功德，五浊众生离尘垢，然后呢，也把这个供佛浴佛的功德，让所有众生都脱离烦恼轮回痛苦，同证如来净法身，大家都一起恢复我们的佛性。透过对佛的供养，事实上也对自己的供养，开发自己的佛性。当你念佛的时候，所有佛都在念你。所以请问小孩子叫妈妈，妈妈会不会应你啊？他马上来抱你，这就是佛陀的心。所以各位要多多的供养佛陀，亲近佛陀。所以佛陀说，妈妈永远在想儿子，但现在最大的痛苦是儿子都不想妈妈，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痛苦，像孤儿一样。现代人只会想儿子、想女儿、想老公，他不会想妈妈。所以佛陀说，想着佛陀，将来一定到佛陀的旁边，到佛陀的净土，他让你成佛。所以各位在家里最好有一个佛堂，然后呢，摆了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佛像、唐卡、经典。那每天呢，你就每一尊佛你都去供养，然后去想一想，哦，杜母在想什么？哦，药师佛在想什么？你每天就一直在，因为你就天天在想着佛，佛也一直在加持你。所以佛陀说，你在这个世间布施几百亿美金、黄金，在这个世间布施，还不如在佛陀面前供一朵花。为什么？因为佛陀是无上圆满的功德福田，你这样来供养佛陀，等于超过供养地球百千万亿的黄金。所以每一尊佛陀都用了一百劫的时间在修他的外表，那他的外表你只要看到，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功德，消无量的业障。所以佛陀就示现各种众生喜欢的外表，我喜欢杜母，我喜欢白色的观音，我喜欢莲花生大士，他们都要用一百劫，一劫等于十几亿年，所以没办法算的时间去累积他外表的功德，希望我们来看到他欢喜。所以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14岁的小国王，他有一次来见佛陀，见完回去以后，下个月他又来了，他就跟佛陀说，为什么佛陀，我见你一次，我回去一个月，结果每天我都想到你，做什么都想到你，很想见你。然后佛陀就告诉他，他说，我的脸叫月亮的脸，为什么？因为我生生世世不生气，慈悲心，爱众生，所以众生看到我的脸就看到15的月亮，所以这么样的亲近我，而且我就会给他加持，让他心里清凉慈悲。所以各位，你要假设你看看你的手，来，手伸出来一下，然后看看佛陀的手，佛陀的手每一个手很长，指甲还往上翘，然后呢，这个手指甲不用擦什么红色的，因为它自然红红亮亮的，而且手非常的柔软，而且佛陀的手一合掌，中间绝对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生生世世爱护生命，孝顺老人，慈悲，就得到这个手，手指都很长，
所以每一个众生看到佛陀都想皈依他，都想皈依他，所以你要有这个修行。各位再看看你后面，如果你的后面摸得到骨头啊，有血筋爆出来啊，代表你这个人都没有布施，而且很喜欢做小偷赌博，所以那个手的血筋骨头就会很多。如果你公司是这种会计，你赶快换人，他会贪污。然后你再摸摸你的手心，佛陀的手永远热热的，而且皮肤很细很细啊，非常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生生世世没有男女的情啊欲啊，所以皮肤会很细。那为什么很红呢？因为生生世世非常爱自己的父母跟爱自己的敌人，所以他永远手脚都是红的热的。所以各位一定要会看佛像，佛像你每一个部分你都要看得很清楚，他的眉毛，他的眼神，他的嘴巴的颜色，他的皮肤，你都要看得很清楚。佛陀说，如果你这样去看佛像，你内心一点点贪嗔痴完全就会不见，因为你得到佛陀清凉的加持。各位要开始练习，看你的脸有没有越来越像佛陀，像观音菩萨。那有人说，为什么夫妻的脸长得一样？他们两个天天想来想去，完蛋了，上辈子想到这辈子，又下辈子又想来想去，所以他脸会长得一样，然后你的儿子女儿也跟你脸长得一样，然后就不断的轮回。以佛陀的像有32个像，80种好，合起来112，那各位都要去了解，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像？所以像佛陀的舌头可以碰到这边，各位你试试看，如果你能够碰到这边已经不错了，三辈子没有骗过人，没骂过人。佛陀的眼睛像牛王的眼睛，他不用像女孩子装一个假睫毛的。佛陀的声音不用麦克风，这个世界有70亿人，只要在佛陀的净土，他佛陀只要讲话再远再远他都听得到。这个世界有200万语言，但是佛陀的声音在讲的时候都变成他的语言，佛陀在讲话的任何一个声音都变成进入在替他讲，比如说他心情不好，佛陀会针对这个法来跟他讲，所以佛陀讲话一个声音，所有众生只要在净土的都以为哦，佛陀在跟我讲话。佛陀的牙齿有40根，各位回去算算看你剩下几根。所以各位一定要研究佛陀的功德，佛陀的心态，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方向。我为什么要学佛？哦，佛是这样圆满的心态行为，所以我要跟他一样。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在追求 top 最高的，那学佛人就是在追求这个 top the one Buddha， 因为他才可以充分的帮助所有众生。当然各位要从日常生活做起，要煮饭就煮最健康最慈悲最好吃的，所以要用水，要穿衣服，都要想到这个不是欲望凸显自己，是要让别人看到你就看到解脱，就像看到观音菩萨的衣服，他这个庄严是让众生解脱的。而且各位开始学习走路，要记住走路永远 turn right， 佛陀永远右转，他不左转。就像我们转经轮一定右转，绕佛塔右转，右转代表一种正而不是邪。包括头发回去看看，你的头发是不是每一根都右转还是左转，因为这个右转是一个大自然的原理，宇宙乃至所有的这些都是这样右旋，那所以说就走了真理的路，这样的意思。就像各位回去你去按手印，佛陀的10个手印都是右旋，包括各位你回去看，你后面这边有一颗，后面有一颗，佛陀是百千颗都是右旋，所以佛陀不用烫头发。所以我这样说，人类都在追求高品质，很会读书，但是真正聪明人是追求成佛，因为这个成佛呢，他这个庄严，这个好看，可以让别人消业障，可以让别人解脱。就像各位刚刚一完佛也会滴3滴水，愿我的身体清净，将来像佛陀，愿我的语言不会骗人，讲佛陀的话，
令我的心没有贪嗔痴，充满了菩提心、悲心。所以努力的生命最美丽。那各位一定要分分秒秒每天都在努力的净化自己，努力的学习服务众生。所以佛陀从出生成佛到圆满涅槃，都是在示现给我们看做人要怎么做。所以有一句话叫人成即佛成，学佛是一种人格圆满发展，然后呢来奉献众生，这才是学佛的意义。而且佛陀说每一个佛都是由人而成佛，所以各位百千万劫终于我们可以投胎来做人呢、啊、那你要把握这个人生难得，好好的来修行了解佛法成佛，不要浪费这个人赚钱啊睡觉啊，最后死掉了就浪费了。所以但是佛陀说我们要帮助众生，那我们一定要了解所有众生的痛苦。所以佛陀下过地狱，佛陀做过恶鬼，佛陀做过各种的动物，佛陀做过皇帝，做过僧院，佛陀通通有了，也感受到他的快乐跟痛苦，所以他才懂得怎么去帮众生。所以慈悲不是跑到很远的地方，你每天早上睡醒就看到鸽子飞来飞去在找食物，有时候你在树下会看到蚂蚁也在找食物，所以你必须从你的周围开始去慈悲。所以我们就说家庭就是道场，你生活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慈悲的道场。所以各位你去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他们身上的优点你要学，这个叫学佛，然后他们身上的缺点做不到的我们帮他，所以整个公司就是你的学佛的地方，从做老板到扫厕所你都会，你都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而不是为了自私说我为了赚钱为了退休金我才在这边。所以简单的说，各位从现在开始做什么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为了成佛，我为了让对方离苦成佛，以这个动机去做每一件事情，包括生小孩。人家问你为什么要怀孕，因为我要创造一个未来佛。为什么要结婚，我要让对方成佛，不是一种欲望啊感情的依赖。但是现在的人就是一种执着，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养一只狗很爱他，后来那只狗生病死了，他就一直抱着他哭，你一定要再投胎再来啊，我要继续爱你哦。那只狗舌头上有一个痣很容易认，结果后来他又去认养一只猫，他看到那只猫舌头又一个痣，他就抱着他开始哭了。哦，原来那个狗又来投胎做猫了。我说你这样子害死他，人家要去极乐世界，你把他哭回来，又是一只动物。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男人的身体，但他是女人的心呢、啊。所以他，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没办法，我妈妈从小就把我当作女儿来养。那为什么呢？后来他妈妈就跟我说，他说他之前生一个小孩，生下来一岁，后来这个小孩生病死掉，妈妈就哭啊。后来人家要把这个小孩埋葬了，他妈妈就用他的手指头指甲在小孩腿写一个七，你一定要投胎再来，我要继续爱你。因为那个死掉的是女儿，结果后来他妈妈也怀孕了，生下来就是我这个朋友是男生，结果腿上有一个七，所以他爱他就像变一个女儿，所以他现在变成很痛苦，他变成一个女人，外表是男人。我讲的是动机，这种爱他就会让他不断轮回。那各位在家里最好天天都要供养，事实上十根手指头就代表十供养。那各位以后要备香花灯土水果茶食宝珠一合掌就在供养了也养成习惯。但是各位你在家里每天都要观想哦，供香嗡阿哄，供花嗡阿哄，供灯嗡阿哄，一直练习就像前面这十盘，你多看每个寺庙都会放，然后把它背下来，供香供花供灯弄得很漂亮。那你以后你生生世世做设计家穿衣服叫你去做设计师你都可以弄。